2月25日晚，有网友晒出照片，称在韩国赌场偶遇黄子韬。照片中，黄子韬身穿牛仔外套，坐在桌前，手托着脸颊，面带笑容，看样子应该是成绩不错呢。另外一张照片中的黄子韬神情专注，墨色头发被剪成了短短的瓜皮，柔顺的贴在脑袋上，显得分外稚气。就在不久前，也有网友晒出飞机上偶遇黄子韬的照片。照片中，机舱过道中站着几位空乘和小朋友，小朋友们围住一个人，看来应该是黄子韬了。看来连小朋友都十分喜欢黄子韬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